今天的成都真的好冷，我穿上了羽绒服，阳台上的豌豆苗也快冻死了。最后一次吃它，一定要吃出它存在的最高意思。花了两个小时炖了一锅牛骨汤，放入菌类、牛肉、喜欢吃的蔬菜，最后烫上一大角豌豆苗。冬天就应该这样吃肉，这样喝汤。热腾腾的牛肉汤锅送给你们，我是阿杜，一个自己做饭的吃货。